一手创立着吉比集团，横跨着医疗科技甲艺术领域的柯文良，十八号来过身，因为在生进前有交代，卖办公室嘛，卖来发着白帖啊。整个后事是简单要处理，伊集团遵照着伊的意愿来办理。伊在二号开始嘛，伫吉比事业的起家厂来设立着对书咧，等候各界来对书笑脸。柯文良对书的会场外口面，伊着伊在生进前所写的自由自在第一幸福，来布置了一面对书的白。伊将来布置嘛是简单亮点，日头早九点半开放对书，短短半点钟就客入来，就超过500人，真侪是退休员工甲曾经做伙拍拼过老朋友，忙来到现场。对书着这位老长官、老战友，迄时创办人来遮的时阵嘛是在德光啊厝，啊办公室就伫只附近吼，啊在土地顶块，嘛拢德光啊厝啦，咱个土诶。李浦强啦，啊，我记得好像720平台是设立奇美公司的是啦。这个叔叔啊，对，很慈祥，很会教人家，啊，他都会把他的 idea 来告诉我，所以最我小时候最大的印象就是他教我钓鱼，啊，我以前不知道。要这样钓、所以那时候于此。你讲起着这位老长官，真侪人是真唔甘，嘛感谢着伊规世人对着社会、对着医疗、艺术文化贡献甲付出。阮老董事长吼，对这工才是对这员工吼，大家足有量。对这真正足照顾。尤其较早伫公司时阵，一挂福利也是拢是阮柯董事长替阮争取的，唔免着员工。来讲，会当带着这种遮好的董事长，也是无当去找啊。吉比集团表示讲，创办人的对书会22号开始到26号，每天的透早9点开始到下晡3点开放各界来做着对书，但是对书现场内底未当来录影。蓝天新闻台以上台南采访报道。